沈燕，你那么着急把我拽出来，难道是怕？怕什么？怕别人知道我们的关系，是不是？我和你什么关系啊？没关系。你既然不愿与我在山下拜堂成亲，自然是没关系。现在想来，你一心急于回京，怕是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与我长相守吧。你亲我抱我都是误会，那山崖之上坠崖之时你护着我，只是尽你的责任。那铁锁之上，千鸟飞绝之时，你说的那些话，没有半点真心。沈大人不回府，本郡主也不强求。世上男子薄情，本就不是什么新鲜事。这几日，就当是我做了一场梦。怎么，急了？沈燕，你欺负我？欺负你？你要是再敢对外乱说的话，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证明给他们看？我不信。你要怎么样？不信？郡主，你没事吧？没有啊。